哎，班长，你真衰哎，还泡到上级的妹妹。哎呦，我怎么知道她脸上又没有钱？哇靠，真是吃不到羊肉惹人生气。班长，别生气，别生气，天涯何处无芳草？你看妹妹在求死。考虑的那么小心，哎，乱讲！阿兵哥、贾曼陀、化蝶小姐顶空空，气空没你的嘴。哎，来呀！二十斤金山火车帮你上，红酥将你当作几斤棒。来啦，哪去呀？啉茶啦，去唱歌啦。来啦，吃过去，吃一嘴。来。哎呦，好难，讨厌。我靠的又去了哈哈、啊、又去了哎呦你不要用了啦多少那个哦那个十八岁还没摸了哎、欸、你来叫他出来坐哦你也出事情你是扛棒我是好不会的啊好不会是你啊嘿啦我晚上你今年几岁三十嗯你不要骗我跟你讲你不老实讲我要走人了好了我老实讲了你不要走了四十你敢开真笑你这样子四十你不老实讲我真的要走人了好了你别走了我这样子够吗45啦45哎你够你不会走哟我没有要走啦没走外面有点事我出去一下什么盖起的没有啦我这吉普车的油箱盖没有盖起来我是怕外面的野狗偷喝我的汽油啦哎呦别笑哎你这么想跟人家带回哦头几天叫你给我干啥去没我这边掉我这边掉